真的啦，以前都在度孤啦，所以现在上课不可以再睡了。好了，对啊，整个感觉都还蛮好的，但是那个我会强调是精致度啦。哦，什么是精致度？前面的东西可能要修完整，但是不是说画得很细，我是指说，就像那种花圃跟花圃之间可能要交代清楚一个段落一个段落。大家都没有画，像这种一个花圃一个花圃的段落可以在。有啊，像千岁那样张就。对，可是因为千岁这张有画那个边呐、啊。对啊，有画这个，感觉就很清楚。可是当没有边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稍微做一下。没有啦，应该都有边啊，你们都没有做啦。应该是都有边，你们都没有做啦。哦，就是那个可以画像这样子嘛。不是公园管理处的问题。对啊，哦，我以为没有边，后来发现都有边。就是你们可以轻轻，不用做得很明显，但是可以轻轻做一下，其实它可以交代的层次感更完整一点。好、哦，然后这张是那个加三的哦。诶，我刚讲一个问题点哦。其实这张画的不错，但是构图是一个构图不是很好。哦，二分之一法。对对对，地平线在二分之一。这张构图其实不是很好，但是画的不错。应该再往上一点，或下面一点。往下一点，它有。哦，两张。哦，你们构图上还是要注意哈。风太大。你讲他构图不好，他就不高兴。其实我想加上这一张哦，他这张构图就很好。有，我觉得这张构图不错，我刚刚在演一下。这张构图很好，哦，构图不错。你对的感觉处理的还蛮好的，可是那个后面书的感觉就太硬了。老师要那个他讲解的照片，你帮他拍，蛮好。控制上可以再稍微多一点，然后浓度啊，颜色的浓度、彩度上面好。然后这一张哦，那个松茸的哦，这就松茸的嘛，未歹。这两张构图都不错，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。嘿，我看呀。就带你看我的。这我也在影响。我今麦去影响。哦，虽然这张不错，水分的感觉也做得很好哦，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。我一直感觉人家这。但是那个，水上来这边的感觉哈、哦，这一段跟这一段感觉好像有点分开了。就是你注意看哦，那个岸边哦，倒影下来的颜色要有点相关联性。那一旦你没有了关联性之后，它感觉是两个不同的世界。所以那个关联性的时候，它可以再加强，就再用在颜色上面。哦，不是明暗上面嘛？那明暗一定是分得很清楚，但是它那个颜色上可以再相近一点。哦，这张其实构图还蛮好的哦。哦，然后是你这张画得很好，就是还蛮完整的。老师，我没看啦。可以，你可以吧。好好。哎，冲他一把。不要去丢。你最好是拍到他讲解的学生。好长。一大堆。这张哦，这张其实蛮完整的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。从那边啊，比。凉亭建议可以再小一点，有点太大。要有学生啊。再小一点，感觉起来比较精致。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，可以看一下哦。好。然后。我是唯一的一张炭笔素描，偷懒的，我没有画水彩，很粗。那个吉利啊，也不错啊。这张其实画的不错哦，但是背景这个树的黑不要跟前面一样啊，太黑就對、哦、前后面的感觉，其实后面搞不好这个暗不要那么暗，你的树就不用画到那么黑，这样它反而会比较层次感会比较好控制。哦、我这张其实构图也不错。哦然后 ，Michael 这一张没有画完，没关系，因为就是你，没有画完没有关系，就是你回去。对对哎呦喂！你再讲，他就倒下来。现在连柱子都没有画完的同学，你回去再慢慢画就好，不急哦。好，那 Michael 这张的那个颜色有问题，嗯，那个绿色有问题，那种绿色不要直接用原来的颜色直接上了，因为直接上的话，那个颜色没有调过哦，感觉凶气、啊。塑胶。
变塑胶做的，对。对对对，感觉有点像塑胶树的感觉，那个颜色不太对，因为树的颜色一定要掺其他颜色下去做帮忙去做混色，因为其实我们单纯来看，当然是它颜色很单纯，但是经过那个太阳光的照射之下，其实基本上它颜色会做变化，不会是一模一样。可是它的树遇到台风了，哎、欸，有点土石流有在流动。你说这边是，你可以跟鬼人聊皮啊。哦，所以可以在颜色上可以再做个改变，调剂一下。它今天这张蛮特别的，我觉得。可是这个到底要不要描边？插画。其实可以不用描边的，但是。他这张描我倒是觉得也还好，因为他没有描得很清楚。可是他很像插画。对啊，我就觉得描得还不错啊。很像插画。对啊，所以这张我就觉得也还不错啊，就是没有描就看不出来，描之后觉得还不错，哦也还不错。其实有时候很难讲说描不描边哦，要看你是怎么画。有时候描就不错，有时候描就不好，我就看你整张的构成。哦，那我们刚才讲过有几张构图不错的哦，我稍微点一下哦，像这两张哦。大家可以等一下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他们的取得题。这两张我觉得构图还不错，还有这一张，好像构图算还蛮不错的哦。弄的超屌啊！你要加光看到吗？我还以为蓝色。然后加上这张构图也还不错哦。然后这张也还不错，对，好，这张也。欸、不过这张树有点太，树有点太中间了啦，还是太中间了，所以再改一下。啊，还有那个，其实这张描写的还不错，但是哎，树是有改。这两张的取景也都，所以你应该从这个角度拍的。然后这两张也不错，这两张构图都还蛮不错。还有一张，对对对，这张构图也还蛮不错，特别拿出来介绍一下。其实这张构图也不错，就是我讲这张构图不错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因为大家每一个人取景会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是你可以参考。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来可能没有走过其他地方。就是电影坐在就一直画，那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再来看，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那个事情，可以稍微看一下，这样就还不错。好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哦，先给借我拍一下，我拍一下，我把大家的照片那个图都拍一下，然后你们可以先看一下哦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照一张相哦。你是怎么那么厉害呢？是这样就能够画上？哇！它那个有显示幕。